暌违15年，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将再度挑战音乐之父巴哈的 B 小调弥撒，还特别邀请来德国指挥大师贝尔纽斯，还有国立台湾交响乐队以及一流的声乐家重现经典之作。磅礴交响乐搭配声乐家浑厚嗓音，世界知名指挥大师贝尔纽斯将携手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以及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带来经典之作巴赫 B 小调弥撒，要以豪华阵容带来一场视听飨宴。I'm here to bring this out to show it to the singers and to the orchestra what we have learned in the last, let's say, three decades about the performance practice of this music.暌违15年，台北爱乐再度挑战音乐之父巴赫的巅峰之作，更力邀德国指挥大师一同共襄盛举。特别的是，此部作品在台湾鲜少演出，因为不只需要华丽细腻的技巧，更考验咬字、音质以及独奏及重奏的展现。很高兴我们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老朋友一起在这合作，希望大家各位观众要好好把握这一次的机会。这一次的作品不止在合唱团的部分它是很难的，在我们乐团的部分其实也是有很高的一个挑战性。推出的演出呢，绝对是一个强强联手。享誉国际的指挥大师难得与台湾一流交响乐团以及声乐家共同带来巴赫经典之作，接下来在台北与高雄都有演出，要让大家一同欣赏世界级的音乐飨宴。记者综合报道。